66岁陈佩斯与65岁刘晓庆两人真实关系公开，网友没想到他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。陈佩斯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他也是小品界大师级的人物了，和搭档朱时茂多次登上央视春晚，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经典作品，也留下了无数的欢声笑语。现如今陈佩斯已经66岁了，也已经退出了春晚舞台，淡出了大众视野。而刘晓庆是娱乐圈的老戏骨，颜值非常的高，更是被人们称为是不老女神，而由她饰演的武则天也是没人能超越的。现如今虽然她已经65岁，但依旧年轻，非常的有韵味。而陈佩斯和刘晓庆两个人有着不一般的关系。据了解，陈佩斯见到刘晓庆时会喊小姑，是因为陈佩斯的父亲陈强和刘晓庆是同事，两人关系特别的好。虽然两个人年龄相仿，但是刘晓庆比陈佩斯高一个辈分，所以陈佩斯才称她为小姑。网友们在了解了他俩的关系之后也是非常意外。